哎，作弊了。哦，哼，啊，对，啊，还有啊，以后啊，那个刘谦跟刘若都不能来我们教练舞了，因为要是吵到楼下的话，我们就不是蹲亲睦邻了啊。哥，可是那个人说不定比我们还更吵哎。有可能，听说这个人是玩编的，不知道编什么。玩边什么特技啊？啊！轩，快点呐！你睡什么觉？都几点了？哦，真的是。楼的大姐，不要再跳地板了，整天吵邻居，难怪嫁不出去。找死啊！跟你说，一定是七楼那个人写的，还要写是不是？好，肖特楚，要面试了，应该正经点吧。楼的没口德先生，说话太刻薄，会找不到工作哦。什么啊？面试就触我眉头啊！可恶哎！工作是一时的，人丑是一辈子的。八楼的老小姐真可怜哦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凭什么来这里面试？你是动乐团的客处，摇滚是你的精神，狂野是你的本分，你怎么可以来这里上班呢？我想，你想要的是音乐，你想要的是创作，你想要让斗乐团变得更好，是不是？我要是录取你，就是粉碎你的梦想。你不懂，我不懂，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棒，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天才，但是我懂，身为斗乐团的粉丝，我有权利跟责任告诉你，你不准改行。你好面熟，要加入自行车队吗？啊，不可以放弃音乐，但是可以加入自行车队，骑车会让你更有活力哦。大白天的，年轻人不应该昏倒。走，我带你去看我们董事长，他比你还有精神呢。当过艺人就不能找工作吗？真人其实也没有说不准艺人面试啊，为什么不让我上班呢？唉，一定是被八楼那个女的唱衰了。奶奶啊，你也给我一点暗示，告诉我该怎么办。Thank you.
奇怪，怎么停了？奇怪。奇怪，是在整我吗？为什么大家都要整我？姐，我们回去了好不好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们再玩一下嘛，看看他会不会回来，好不好？你好，我叫萧克楚。你是斗乐团的客楚，想不到你真的离开斗乐团了。他去面试当业务。嗯。对啊，我就决定这样。哎呦，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嘛，你看看我被第一百个男人甩了，也没有怎么样啊。不会吧，你这么漂亮，又会拉小提琴。我就是因为拉小提琴，男人才跑光光啊！所以我决定，我不谈恋爱了，我要全心全力拼真事。不如这样，你从明天开始啊，都到这里来听我练小提琴。你耳朵这么敏锐，一定可以听出我哪里更需要改进。不用吧，你都已经拉这么好了。哎呦，拉得好还可以更好嘛，你就听一下嘛。你要听好哦。这里是地狱吗？我怎么下地狱了？完了，是谁在杀猪啊？救命啊！怎么样？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？全部都要改进。什么？全部？有那么夸张？会拉成这样啊？那我刚刚听到的怎么那么好听？不管了，反正我明天这个时候还是会到这里来练琴。你有空的话，你可以来看我练啊。哎，轩，你明天要一起来练琴哦。